圣经生活化的课程，第一个星期六晚上8:30。圣经生活化的课程，第一个星期六晚上8:30。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
圣经生活化的课程，第一个星期六晚上8:30。圣经生活化的课程，第一个星期六晚上8:30。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当欢喜快乐在其中。我们祈求上帝的同在，赐福我们的崇拜。我们一同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上主竟在他的圣殿中，上主竟在他的圣殿中，万国的人当肃静，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肃静，在主前当肃静。阿门。这时候我们站在圣洁上帝的面前，我们祈求圣灵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向神认罪，求他借着主耶稣的缘故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这时候我们花一小段的时间，个人站在神面前来默想，来认罪，来悔改。这时我们一同拿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从罪恶的捆绑、死亡的权势中救赎出来。生活在这堕落的世界上，我们常会在思想、言语及行为上亏欠了你的荣耀。因着你的怜悯，我们祈求主赦免并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为着你的荣耀，求主使我们得以完全。我们将宣扬你的慈爱直到地极，奉耶稣圣名，阿们。凭着上帝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上帝怜悯我们，并已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从今以后，凡在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主啊，将这些赐给我们。我们一同说，阿们。是的，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都是神所造的。神是伟大的，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他也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哈利路亚。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太阳星宿，你细心创造了我，你永恒爱来爱我，你是我大神万物，你是我心的跳舞，我要不停来歌颂奇妙创造主，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手造奇妙真美好，今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
脚，我塑造奇妙的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对我真好，我塑造奇妙的美好，你乐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你我真好，世上美好的创造，我塑造奇妙的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世上美好的创造，我塑造奇妙的美好，值得你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哈利路亚，我们都是神最美好的创造。哈利路亚，我们继续来敬拜赞美他，因为神的恩典他是够我们用的，他的恩典已经降临了，战乱落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伤疤都填满，崎岖成为蜜月，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从来都变为喜乐，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你好神恩神没有难成就的事，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都变为跳舞，一切伤疤都填满，继续成为明月，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失恋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从难都变为喜乐，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从来都变为喜乐，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
是的。穿上工衣裳，结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姐妹，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我仔细地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伤感，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的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四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神。我有请弟兄们，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心里爱将我拥抱，为我穿上工衣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伤感，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是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四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宣告一声靠主的神。每当你在各样患难中灰心丧胆的时候，要记得你的神，他认识你，他也能够进入你生活每个细节中帮助你，所以要重新抬起头来仰望你的神，因为他仍然是你四维的盾牌，是你的荣耀。你要大声来宣告，你就能经历他应许，他得胜你。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四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神，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神，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神。
们的抬起我们的头，我们仰望我们的基督，我们的耶稣。是的，主啊，我们来安静我们自己，以一首诗歌来献上。放心，神说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敬拜你，是的，我们遵从你，我们顺服你，因为你是我的神，你保守我们，因为你的爱是信实的，你的慈爱是永恒的。感谢神，虽然目前面对着很大的风暴，疫情都在散播，可是我们绝对不害怕，不胆怯，因为我们有病的，我们必定会得医治。
是的，我们软弱的我们必得释放。所以我们是经历的神的恩典。是的，因为信实直到永恒。这个时候我们请会众轻轻地坐下。以下是奉献时间，请弟兄姐妹将您的奉献以电子转账的方式转账至本堂银行户口，然后再将收据电邮至基督堂的电子邮箱，以方便行政人员进行记录。在利未记17:30说到，地上的一切，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或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都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十一奉献就是十分之一，这是上帝在圣经中使用的词汇。在圣经里，上帝告诉我们要将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归给上帝。十一奉献的起源是亚伯拉罕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撒冷城的麦基洗德。摩西立法将十一奉献制度化，以色列人以此献给上帝和支持利未支派的侍奉工作。个人要随心本意所酌定的，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愿上帝赐福大家，阿们。上帝为万福本，赞美上帝天下众人，赞美上帝天上众君，赞美神父神子神灵，阿朋友们，在这个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当中，我们的人生还有盼望吗？我们看到上个星期这个世界确诊的人数大约有4100多万，死亡的人100多万，然后到了这个星期确诊的人数就到4400多万了。很多人他们都面对这个疫情的威胁，也面对死亡。有一个在乌克兰的百万富翁，他是一个网红富豪，拥有百万名的粉丝追随着他，他自己是非常有钱的一个人。在这个疫情里面，他不认为疫情有什么可怕，他有钱，他也常常健身，所以呢，在疫情当中，他还是带着他的太太和三个孩子到处去旅游，住五星级的酒店，同时呢，在网上 post 出一些非常奢侈的旅游照片。他不害怕这个疫情，他认为他自己有钱有健康。可是就在不久之前呢，当他到土耳其去旅游的时候，他染上了他认为不可怕的这个疫情。结果呢，他回到了他自己的家乡治疗，可是呢，最后就死在医院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在疫情里面，有钱也不能够帮到你什么。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盼望了吗？我们来看看第一，为什么世界充满了苦难呢？耶利米书29:11，让我们看到神自己其实他的心意是要人有盼望，
所以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然后我们看到，在之前呢，美国的建国先贤他们呢，因为信靠上帝，所以他们就在美金的纸币或者是钱币上都印上了 "In God We Trust"， 就是说我们信靠上帝。圣经让我们看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呢，当他们敬畏神的时候，很快的，整个美国就成为世界强国，无论是在科学、医学或者教育以及其他的范围呢，都非常的先进。但是呢，渐渐的，他们就变得高傲，不信神了。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好像美国、英国、法国等其他的国家，他们的人民呢，行为比不信神的国家更坏。我们看到神爱世人，神要让苦难让人认罪悔改，信靠神，叫人继续的有盼望，因为罪会把人带入这个死亡地狱的境界。我们看到今天很多人，他们迷信科学是万能的，他们认为人定胜天，无法，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无法无天，心中没有神，心中充满了恶念，远离真神，犯罪作恶，所以结局呢就是审判，因为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一些国家我们也看到，他们也在迫害基督徒，也有一些教会里面呢有很多信徒增长，但是糊涂的信徒很多，然后异道邪道也很多，假信徒假先知也充满了教会。然后有一些信主的人又怎样呢？他们发达了，有钱了，但是对主还是不冷不热。所以呢，圣经里面神就这样子告诉我们说，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七到十八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怒。是的，上帝所爱的这世人为什么需要这样受苦呢？我们看到就是因为不信不听神的话，犯罪，这个就是人类的悲剧了。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到十三节，神自己这样给我们一个盼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必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是的，只有人在苦难里面，我们才会谦卑省察认罪悔改。一个三宝的人，他们是不会信靠耶稣，不会爱主的。什么叫做三宝呢？就是钱包宝，我们的那个财产宝，还有我们的银行也是宝的。所以当一个人依赖自己的钱财的时候，是不会信靠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说神爱世人，神怎么样爱世人呢？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罪带来的结果就是受苦，就是死亡，就是惩罚，这个是必然律，所谓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面对这个短暂的人生呢？第二方面，我们就来看要如何度过这个短暂的人生。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其实不长。诗篇三十九篇第四节，诗人就这样说：
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是的，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诗篇九十篇第九节跟着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精华的不过是什么呢？愁苦劳烦，然后呢转眼成空，最后我们就如飞而去。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其实是很短，如果我们一直在罪恶里面，我们的人生是充满劳苦愁烦，我们所做的转眼就成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空。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很虚幻的。诗人在诗篇三十九篇第五节也说，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人生到底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来看看人生是什么。这里说到，一岁出场亮相，十岁功课之上，二十岁春心荡漾，三十岁职场对抗，四十岁身材发胖，五十岁退休打算，六十岁老当益壮，七十岁常常健忘，八十岁摇摇晃晃，九十岁迷失方向，一百岁挂在墙上。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一下子从零岁即使到一百岁也是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所做的没有一样可以存到永恒。如果我们只是求肉体的福乐，没有灵魂永生的福，我们忙忙碌碌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你的人生是不是这样呢？只是劳劳碌碌忙忙碌碌，却没有永恒的福乐，很快我们就如飞而去了。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可能你会看到你的人生有三大作。什么是人生的三大作呢？就是出生的时候一作，结婚的时候一作，死的时候一作。第一作的时候你自己不会吃，等着要吃第二作，但是到第二作的时候你自己没有空吃，你又等着吃第三作，但是第三作全是别人在吃，结果你自己一座都没有得吃。这就是虚空，这个就是没有永恒的人生。我们要怎样能够更透视人生呢？当你要更透视人生，更了解人生，你要经常去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医院，只有在医院你才明白健康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然后第二个地方你要去的就是监牢，只有在监牢里面你才明白自由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事。然后第三个地方你要去的就是坟场，只有在坟场里面你才能够明白人生如果没有神也没有永生，你是一场的空，是完全没有价值的。所以在传道书六章，这个传道者智慧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好像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所以呢，人死后所有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了。然后传道书第七章二节也说到，往朝上的家去，强如往厌了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智慧人的心在朝上之家。所以呢，你如果能够去到
那些招商的家里人去世的地方，你就知道人的结局就是这样，你就会谨慎你自己，你就会有智慧，你就会知道争取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传道书五章十五到十六节也说，他怎样从母胎侧身而来，也必照样侧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意思就是说，你空手而来也会空手而去，你出生的时候没有带来什么，死的时候你也根本什么都带不去。所以请记得，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也不能够带什么东西去。我们真的要学习一个谦卑的态度，对神感谢，为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一切来感谢上帝。在古代有一个皇帝叫亚历山大大帝，他死前呢就叫人在他的棺木两旁挖两个洞，然后要人把他的手放在外面，要昭告世人他是空手来到这个世界，即使他拥有整个帝国，拥有了整个帝国事业，可是他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去。是的，连最高贵的皇帝，最有钱的皇帝都不能够把什么东西带去，何况你和我呢？我们能够带什么东西离开这个世界呢？所以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眼光要放在什么地方才是正确的？朋友们，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把重要的事情放在对的地方。有一个很热心拜神烧香的诗人，当他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心中非常的悲伤，他把过去的写的诗呢想了又想，念了又念，不得安慰。当他念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难过。他问他的妻子，我们的故乡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妻子就回答说，在上海。这诗人就说，是的，肉身的故乡是在上海，但是呢，我如今我的灵魂要去的故乡在什么地方呢？夫妻两人呢相抱而哭，因为不知道灵魂的故乡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要去故乡的路在哪里。是的，你知道你灵魂的故乡在哪里吗？你灵魂离开这个地上的故乡要去什么地方呢？你知道那条路吗？我们人生何去何从呢？只是最后去到一个棺木那里，去到坟墓那里吗？这是你一生要追求的吗？所以你一生追求的是什么？求做官，求发财，就是这一个官，这一个财罢了吗？所以这个就是你的人生吗？你满足于这样的人生吗？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然后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也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远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是的，当你认识了神的话语，你有了神的福音，你有了耶稣基督，你就是有永恒存在的。以赛亚书四十章八节也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是的，朋友们，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
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是的，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漂亮美丽，就好像这位明星年轻是多么的漂亮美丽，但是很快的几十年我们就会变成这样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也是很漂亮年轻的小姐，可是很快又会变成这样。多么英俊潇洒的男生很快也变成这样了，多么潇洒呢，但是现在变得怎样了呢？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我们的美容上，放在我们这个肉体上，这个肉体会怎样呢？我们的盼望应该放在永恒的神那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真正的盼望是在神那里。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这个肉体会变老会毁坏，但是呢，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我们里面有神自己的话语，我们有神的救恩在我们里面，我们是越来越新，我们是走上这个永恒不会坏的这个天国里面。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永远不会坏的身体。所以诗篇七十二篇二十六节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的身体是不会毁坏，是永远不会衰残，而且是能够永远存在的。就好像这首诗歌说，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是的，神才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是我们永远的福乐。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也要认识到我们不会永远青春永远美丽，我们要依靠的是这位神，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诗篇九十篇十二节就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然后十六节也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然后九十篇第十七节说，愿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是的，我们只有依靠神，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所谋的一切才能够存到永恒，才能够被神纪念。曾经有人这样子研究发现，人的一生如果是七十岁，他一生的时间大概就是61万3200小时。所以他这个人如果七十岁，他一生就只有613200小时。然后睡眠呢，就占了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大约占了23年。然后做工一天8小时，做了70年，大约就是16年的时间，占了22.88%。然后娱乐看电视玩手机的时间就占了8年，11.48%。然后饮食就占了6年，占了8.68%。然后呢，交通塞车占了6年，就是8.68%。然后他读书的时间呢，也占了5年，占了一生的6.58%。生病也占了4年，穿衣打扮也占了2年。所以这个就是人生70年，很快就过去了。剩下的只有为他灵魂思想，为灵魂来安排的时间呢，只有半年，只仅仅有半年，就是0.78%。
我们来看这个图表，你就看到了，很明显的，这个就是睡觉睡了23年，然后呢，工作16年，然后娱乐8年，然后呢，这个其他的我们就占了更少了，剩下的饮食6年，交通6年，然后最后学业4年，剩下为灵魂着想的只有短短的半年。所以一生我们 99.3% 都是为了我们短暂的肉体而忙碌而打算，但是为那个永恒永远不会死的这个灵魂呢，我们只花了 0.7% 的时间去思想那个永远的家，永远的福了。这是人生的悲剧。亲爱的，你的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呢？你人生追求的是永远的福了，可是你却得不到。你一生盼望的是什么呢？一生打拼的是什么呢？只是为了一间短暂肉体的住家。那么你灵魂的永远的家在哪里呢？人只是求肉体的住家，灵魂的永远的住家在什么地方？人一生打拼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一个家。可是结果是什么呢？最后无家可归，你的灵魂无家可归，这就是人类的悲剧。你灵魂永远住家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人生肉体生命是短暂，灵魂生命却是永远的。你我一生就算活了100岁，也只不过是36500天，一天吃3餐，也只不过只有19500餐，吃一餐就少一餐，过一天就少一天，过一年就少一年。所以切切要注意，把握今生，进入永生。人与动物有什么不同呢？动物只有暂时的肉体，很简单，烧鸡烧鸭烧猪烧羊烧牛，多么的好吃，是吗？但是烧人送给你吃，你要吗？人有灵魂吗？一定有，绝对有。好人坏人死了，如果都一样的话，那么何必要做好人呢？人为何有宗教心、道德心、良心？如果人没有灵魂的话，没有终局的审判，世人根本不用谈这一切。所以我们知道人是一定有灵魂的，而这个灵魂是永远不死的。我们必须要为这个灵魂最后要去什么地方，要为他预备一个永恒的家。我们必须要信靠耶稣基督，这样我们就有3个家。第一个就是肉体的家，第二个就是灵魂永远的家，第三就是灵命的家，就是教会。朋友们，想一想，今天你有多少个家呢？你只有在今生有家吗？你永恒有没有家呢？你需要停下来，花时间想一下，你灵魂的家、永远的家在那里？你要预备好。朋友们，耶稣爱你，要赐给你灵魂永远的家，你现在就可以得到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呢，你只要相信了耶稣，耶稣答应我们，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你现在就可以告诉耶稣说，你要相信，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得到他给你的救恩，然后为你的灵魂预备一个永恒的家，你现在就可以得到了。所以你现在就可以跟着我这样说，耶稣，我愿意相信你，因为你是那位为我死、为我下地狱、为我受惩罚的那一位神。你从死里复活，
你下了地把我们从地救出来，就是要拯救我，给我一个进到天堂永恒的这一个路。是的，我现在愿意相信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为我准备这个永恒的家。我谢谢你，我要相信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是的，朋友，只要你这样子告诉耶稣，你要相信他，你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现在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你就为你的灵魂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家在天上。是的，谢谢，我们可以这样子为我们的灵魂预备好，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生命做好准备。大家朋友们，在这个疫情里面，你的人生有盼望吗？你有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你今天就可以靠着信耶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得到这个永恒的盼望，得到灵魂永恒的家。我们一同来祷告。是的，耶稣，谢谢你预备了永恒的家给我们，我要相信你，我要接受你，求你给我这个永恒的盼望，让我在这个疫情里面有把握，有永生，让我不会害怕面对这个疫情，因为你是我的盼望，你已经为我预备了永恒的家，你就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帮助。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圣名求，阿们。我们现在一同来用主祷文来做结束的祷告，我们一同来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让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的祝福。我愿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主用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主眷顾你，赐你平康。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